7566 5001 6766，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8-660 012-001-198-660。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世界不遥远，慈悲爱相连，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我不知道他怎么能人家生的高生的高的在他都懂了，那么弄的他都懂了，几百多买的，没希望的。没希望的，那就没送给我买的，那我就不是没了。我早上从下地了，这里这里啊，一忙到下地了，这里没事。他都到地上里面的那些，他都上满娘说，这边去过他不说，接着刚刚上一节课最后讲到，注意此行为有患，究竟意中不可得。这边讲到究竟意中不可得的时候，就说究竟性是唯一的。当我们说它无的时候，不可得的时候，并不是说它不会显现，并不会不是说它没办法显现让我们直了的接受接触到，而是说它是如幻的，并不是真实，并不是常有坚固的。南桥啊，人家南皮的马道村啊，马来把人家蒙古人家咋样的？他们村里头马道，我看到南皮也说，等于这些南皮的哪的人，哪的人，等于茶厂多把的，你蒙古多些的，等于这个来啥，来就把茶的，等于他可把茶要的，来你蒙古人家咋样说？前一段的道理还包括此即无生之法身，再接下来此心奔驰，内心奔驰此心事，一切的分别妄念都属于心的范围，而心最终来自于我执，由我执出发，加上了贪嗔等烦恼就造业，而最终创造出轮回。这个是关于内心的种种变化都归心的道理。对了，没人蒙古就是在当苦了的人，多那让人一些的干部用心做官的，多那让人一些的，那些的一些的吃不得，那是我养的人家送过来，十二月了，那么等新的等，熬那么等的，等年的结果，年的结果上哪里去呢？十二月了，到处他妈的打人呢。在龙珠那边啊，喇叭的音呢，这个人在哪这个人啥通的这个，人家拿茶去，这这吃苦都喝苦了嘛。大人你马着把了，你说马着把了，你这呢，大没把了大的呢，你这个音也用不着的。这个他那你蒙古人家在演算，我那哪里一些这个，我七八年了吃大葱了，你得到了。未悟之时，乃无明诸业烦恼之根本。悟后觉心即智慧。那这边会谈到心跟，就是心事跟本质的区别。这又会牵涉到之前我们如何看待外境。我们看待外境的时候，通常都会带着一个自我出发去看待外境，所以自己认为我要对外境如何采取行动，我要如何采取行动。这个就是在境上起了分别，在境上分别了自他，
本来是无我，本来是无二的去区分为有二的，本来会称会区分为自跟他，自我跟非自我的区别，就像是不晓得自己的手跟自己是一体的，所以呢你去咬它，去咬了以后呢受苦或者说受到感染，最后是同一体的，本来是一体，不晓得的情况之下就造了造了不可收拾的后果，这就是对于本来无二却不能够了解到它是无二所产生的后患。你呢让人让人一起的松巴当希腊名字呢说说让人说说的呢让人让人就让人让人就让人看这个谁不谁能得呢哦平平给希腊生活的说让人得呢大三个人嘛的大米得被托米托米托所杀掉就完了大三没事看着让人大三也有了谁不谁得呢你哪块能去查着我呀大米得被的大三没事等着得呢通就没法子通中合理在我这里刚用通就没有怎么希望的他懂我有的希望是我的两个大米得被通明通就刚用马通我就刚用哪块到了这哪块通就有几样嘛的大米得被通明通明错这就是他这就让人通啊这就在那通就哪块到了通然后我那哪块就到通就刚用没有的我们都嘛的，哪怕他们都是十八岁，我就搞的。我十八岁，我就他，从头到尾没得，我大爹的，都满意。那三十几就，还有没得去呢？那多都没得，还有没得？哪怕他我的至少我哈工用，哈工的十八岁三十几得了，这个都满意的。啥东西，甚至啥东西也怕的。这他们不学，他身体过，身体过，身体得。悟后决心及智慧，这里的悟是要由自心观自心的，要以自己的觉知去看自心。在大手印的传统当中说，去见无所去见无所见。去观无所观，比如说本来所要见的对象，你要去探究的，你要去看的那个对象，实际上是不可见、不可确切的指出的。但是当你去追寻它的时候，发现它了不可得，你清清楚楚的知道它了不可得，这是一种明知。这个明知就是自心见自心，如实的了知，如此的明知，它是如同虚空一般的本质。也就是说，当你在不可，就实际上没有一个切实的外境可被你看到，当你去观这一点的时候，你发现确实是无可得，确实是不可见。但虽然是不可见，那你晓得了它的空的这个层面，但还有一个了知在里面呢、啊。这个了知是确确实实的，非常的明晰的了知啊。这个明晰的了知是什么呢？它就是明分。但是明分的本质又是什么呢？明分的本质仍然是空，所以我们说它叫做明不离空，空不离明，就是明空双运的自信。这个就是心性。我前面讲到说，请给一个心性教授，这个就是心性教授。我们在先前的课程当中已经反复讲过很多次了。也是一句话的，乱七八糟。他这一些养老堂，一些弄的这个。就是这三级三样东西嘛，没有了。第一，我这里就有，这里也能有个也是啥子。第二，两个人哈过，他这些没信息了，都看得你啷子哈过，看得你那路一直在的，看得你说的那把算疙瘩，看得你说的那是，门儿都堵到了那是。悟后决心及智慧的智慧指的是。轮回跟涅槃的命脉，也就是本然的智慧，就像是经典当中所说的诸佛智慧于密意界中唯一，哪怕有在相上有上千亿的诸佛菩萨的种种相的分别，但是他们的本然的智慧
本来具有的那个明察的觉知是完全，这一点就在智慧界当中是完全一致的。了悟的话，它就是唯一的如此智慧，就像人的命脉一样。但从那各部用尽，老百姓就三界用尽，从这大点，点人中国有的是，空间人啊，点人中国有的是，他都懂了一些没的，他当我说，妈通我搞的，他等的啥子通啊？哦，他一些的我通熟的，他通熟的，通啊这搞的人，他都一些没的，虽然说啥子走路哪怕他的人，道理要买，如果起码的。弄着买，他当一些的汽车型跑一点买，那通的门打进来了，真的。圆满善法之功德，就是如果如实的见到这样子，明空双运的智慧，就真正的见到了，真正的产生了一切善法的功德和孽的实相，有完全掌握了，也就是说。真正见到所不可见，以智慧照见不可见。这里的见，我们只是给它取一个见到的名称而已。实际上，它是真正的对于诸法如实的空、无相、无爱、无贪这一些实相的了达。我们给这样子的不可见的了达，对于不可见的了达，取一个名字叫做见不可见。这种色彩就来讲的，全色八的，再说他这样嘛，他把这个人用掉了，人就用没了的。究竟意中无智慧，这边在这边也提到说，到了这样的境界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直取的，没有什么可以抓着。年龄足就蓬勃的，年龄足就蓬勃的。马多少人用纪律，那他农业才能用的。年龄一种，农业一万人吧，农业一万，农业上最累的几年用不着的，人在谁的，我就不管的。马多少人他，牛啊就腾个远，生牛啊就的，恰到了把杀，他吃猪没我农村那个，这种那腾个人，人民流送。再来讲到说，蕴聚所成此色身，痛苦是以身体作为所依、作为载体而感受的，也就是说，它是身体是感得痛苦的进取因、直接因。这个身体是由地、水、火、风、空五大所组成的，地大众组成肉，水大众组成血，火大众组成暖气，风大众组成气息，空大众跟心则是有关的。由他们的和五大种的和运聚，就是堆聚在一起，集合在一起，就成就了色身。你有些旅游中的差的时候把沙差去竹梅我龙这句话也去什么中就是身体女的切给我买的女的脱动作的这人就叫你这个女的身体那么奇怪的等于脱下要买口啊或者你看或者都会有的努力的这个生活要啥的你不能拿个生活的你都好好做什么你就当地的人呢或者是或者就是到了我的妈妈妈唱着我的你们不出不上网的时候身出去了都不出去了就落他出去了没身上出去了也大就当时你要把我的路稍稍让路这个是成本的人用我们刚出去的没多少我找他通过买的上一季啊什么的第二季啊就没多的他都要搞的我第三个季的第二什么的他没有过有的在那马道的人用于人那他农业天然用的那是第二农业用有的多少那个时候用的三十七的人呢大家大家跑到我们就能够当着我趁着耍出趁不着往头离了接人武功拿了他接人你接人等他一个肉的炸一个手炸肉的炸一个把这肉有的你耍出趁不趁我们就肉这个大瓜拉兵家中到了接下来的旅你就肉有的多了他不从你娘的有的趁你梦那的妈咪不可能因为我们那的没从他的公司发的
这趟我是从来没弄到一些电脑里蒙那的，一些那软件的差的了，没到马车把新到的差的了。如此的色身为物之始为肉体，对地水火风所集成病痛苦恼之根源，就前面所讲的物后即是双运佛。而身跟心在生存的时候是不相离的，那么在内在的心当然是不可见的，而这个内在的心它的导向会造就了不清净的轮回跟涅槃。这样子的造就是以我执作为出发的，它随顺烦恼被烦恼所转的话，就造就了种种轮回相，包括了三恶道的一切相。比方说如果贪欲极为严重的话，就堕入于恶鬼；嗔心极为严重的话呢，就堕入到地狱；痴心极为严重的话，就堕入到旁生道。这个就是由我执出发而心造就轮回相的关系。就像是一朵花，它之所以会绽放成花朵，它一定是有先前的种子作为因，后来才会感得的。同样的，在先前有了我执出发，才有后面的这些以身体作为进取因，以身体这个运具的身体作为痛苦的承载体而感苦的这个结果。如果我们了解的话，实际上身体它就是双运佛，它的自信呢就是受用圆满身的佛身。如果我们心里面能够能够具备菩提心，然后呢在外在身体方面呢实修身体次第跟圆满次第，然后呢嘴巴的口里面念诵的是咒语，最终我们能够通达，就是在了悟的时候能够通达双运佛的不生不灭的境界，这个就是所谓的成熟。在未成熟之前，身躯就是身躯，就是承载苦，就是承载苦痛的肉体。当它成熟之后，就如同先前所说的，好像心柴跟火相遇，心柴不断的燃烧，分别妄念烦恼的心柴不断的燃烧，就促成了本然智慧的了悟。最后呢，五种烦恼，它就转移清净，它成为它本来的面目。本来的五种智慧，像昨天所说的那些烦恼，它的自相就是智慧的道理。这个就是所谓的悟后即是双运佛。你从十八层的上下到下过了的，到了他是成就的，马没有，我来达到神经通话的当然了的了。看马的这没到我们当不到通过药的，啥叫到这个？哦，这没把他那些名字也忘记，忘过了咱们这东西吧，咱们这里没到卡钱，没到不用这啥也用这用的，没人不见得这啥的我们，这个他们先把多把这，但你这个有些身体长没把通了，那我那身体上不消了嘛，啥子，我这大部分都看不到，没到干不掉的嘞，啥，这啥子东西这个身体哪能上进呀？我叫老二准备这，怎么这啥啥子我有说？怎么中间有哪点个地方讲错了？什么上级也是，这他们这里送过药的，别人说心情怎么怎么解决啊？总算兄弟有没没子，进去来讲了，打不了了，都我这个神经上就不晓得了，看嘛就没到搞不到嘞，什么的，他们情况都不好使的，他们把你说落地落落嘞是。悟后即是双运佛，能摧凡事众执着，凡事众就是凡夫俗子的单着心，能够以这样的了悟而获得摧伏。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这个人生就像是那朵花朵，如果它成熟了绽放出来的话，透过能够摧熟的力量让它绽放的话，就会展开佛果的功德。所以我们说令不能够成熟的内心得以成熟的是什么呢？就是经由灌点令它成熟，譬如就是将这个含苞待放的花朵以催熟的外在力量令它能够成熟。实际上我们的心的本质就是佛的，只是现在因为暂时性的课程染污，所以它被包覆的，就像是含苞待放并未完全展开的花朵一样，如同经典当中所说的众生本为佛，然为课程遮。我们众生的本性本来就是佛性的，那但是暂时上受到了小小的染污给盖住了。什么样的染污呢？
被我执的染污给盖住了。如果我执的染污，这个盖障被完全移除的话，完整的佛的功德就展开了，就像那朵花，已经展开出来了。就这个道理，就像是，在阎摩迪的事业仪轨当中常常提到的，并没有实并没有实有自相的众生的道理是一样的。你他妈的心把多把这种把你了，能比你身边怎么买一把？这路你就盯着。人多啊，看的多啊呀，啥痛苦也啥啥的了，对吧？这不可能痛苦的，这呢咋咋？那是一来就好拉松，人家红卡就没得，咱们那在那送的，那是一来过了高二级，啥啥的了，不说说，那狗你个一年他挂，像一个能吃的牛毛啊，有人多啊，这菜多啊，这里外有的。到这个年纪，可能都没有用啊，他比用啊差完用的，用不着走呢。你没用啊，哪那个？哪没用啊？从哪咱们人从哪这里给我们？这里谁用啊？哪从过？这里啥路走路？哪什么？这从出了改革走路，跟学堂那了，这个咱从过了，学堂那差多哪什么的？我那个老板是中国，老板是经济产业的，我说老板怎么的？这些人一来打瓜也是，老百姓不是打来打瓜是。上海都努力打发说，你那是对，马上下火我觉得，你哪是两个火的，哪是人是比你有的，这他妈，你看你他妈把你怎么把子打回来，你真的被什么太多差了，而且。讲到这边，除了内在的有情众生，他的本自他的自性为清净的佛化身之外，按照密法的说法，乃至于外在的气世间、地水火风所构筑的这个世间，它仍然是化身的自性，是清净天尊的自性。就像是在密宗的说法里面提到了，显有一切万法自性，即为清净的天尊自性。这个就像是所谓的本自清净的观念，在止观派的说法当中提到了，这一切显现跟存有的万法，他们是从根本上清净的，他用根本清净来说明这个词汇，也就是说，内在的五大种、外在的五大种，以及内在众生的五毒烦恼等，本身都是彼此相关联的，但是他们的本质从根本上、从基础上来说，他们都是清净的天尊自性。如果不能够如实的了悟内在的五大种跟内在的五毒烦恼自性为天尊的话，就会产生内在的不协调。如果不能够了解外在的五大种也是天尊的自性的话，就会产生外在的冲突跟灾难，因为五大种会产生不协调的状况。如果没有任由自己的嗔心嫉妒心去发展的话，这些嗔心嫉妒心就等于是盖上了本自清净的自性的暂时的染污，在这个染污之下，实际上那个本质都是完全清净的。按照一般的密法共通的说法的话，就叫做从基础上来说它就是清净的，从根本上来说它就是清净的。按照大圆满的法语来说的话，就会说它是本质清净，实际上都是同一层道理。他都给了女女子真正看到他过说，他都给了女子经营女儿们说他总统的了他。女子的这样说嘛，这拿东西，你比如说拿东西，我不得听嘛，你里面要吃的拿东西呢，人家看他打过多少，真的打到同样有毛病有没有，哪个打的也是。究竟深意不可得，欲约无云之晴空。究竟来讲，这个身体本身也是不需要去执着的，无可执着的。身体的自性是显空双运的，显而空，空而显的，它不落入于相，也不落于真实，所以呢，它就像是虚空的浮云，现在你看到它了，待会它又消散了，它并没有一个真的可以被你抓取、被你把握的实在性在那边。用你金鹏的脚腕的马多子呢，都有的，通常把的嘴巴接着哦，马道就是这马拉里巴弄掉的，这马拉里巴重生这么着的。如果说了，但这个就把当过这个，烂的没生的，到什么时候才有的？这方面，那个经济就是用
정성 봐도 라네 당대 생유 좀 말해 내가 라지요 그래서 피노 제발 라 오, 너가 담은 데 레지 내가 제일 라지 내가 끼는 게 좀 끼는 거 아니겠죠 소속에 야 마마 저 레미도 저렇게 레미 봐서 아우나 저기 끼는 용도 땐도 뭐지 서로 끼는 자리 다 대세로 띠지 띠지 계속 띠지 계속 하면 저도 좀 하소 사 차라리 대외들이다 내가 나만 봐 대고 하는 거예요 제가 이제 저희 뒤에 다 제동을 계속 쌓고 요에 맞아오다가 늘인데 동네들 거서 아 늘이 늘받단 거다 쌓는 거예요 통상 받을 줄 받지 늘받단 거예요 난이니 난이니 니는 지낼 때 늘받단 거예요 이제 무슨 예수 男女妖魔及罗刹为物之时为魔愿能作各种中断障中断障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障碍就像是智慧弥勒日巴尊者所讲的在没有了悟的情况之下我们会认为有来自各方的损害包括了魔众包括了神灵的伤害以及来自于人的伤害实际上这些伤害都不是毕竟有存在的而是就近的缘所促成的我们只是用它是否对我有利跟是否对我有害来评断这一切现象而已比方说当这个状况对我有利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是来自于天神的帮助所以把那个帮助的力量把它安立为天神这个对我有害我就不想要这个所以我就把它安立为鬼觉得它是有害于我的实际上这个只是暂时的缘所促成的自己这一方面所促成所提供的缘是什么呢自己过去所造的业力的一熟遇到了这样子的暂时的状况两者碰在一起就是说这个好处是来自于天神的护佑这个坏处呢是来自于鬼神的伤害我们就这样子做评断了实际上这个是过去自己的业力的成熟所展现出来的情况我们把这些状况不能够看清楚的时候就会认为这个是魔障啊在加害我如果你真正把它当成魔障的话它就产生魔障加害于你的这种情形实际上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因为你有我执有二元对立的执着所以你把它当成真的因此被它所害또나근남기종때나타나도졸에서또나지당고가리제일새도나도샘이야그건샘이제쪼가야마하고요오늘내가끼니살려왔지라차단똑바매봐제가사마다흉적이제다성사했더니그리고서내가기종문제들이도체그래그리말하기바라다보면봤다는그리유수도체그래이런생물이적이바시대이런뭐질문들이많아요그내가나와서좀왔다고제가삼바다힘들지않지그동지수종차송스타톡도는사람이매에서타톡도는나리에요나리어서라니나기니와요나리나보세살줄로세스物以妖魔成护法能与各种之成就如果你能够了解魔的心鬼神的心跟我的心实际上是一样的那么你就不会受到刚刚所说的暂时的缘也就是暂时来自于自方的贪嗔给左右而认为受到鬼神的加害你能够转贪嗔为慈悲你以慈悲看待他了知道他本身是性空的话那他原本以各种方式对你袭击而来的那种攻势就成为了助缘那这些鬼神也就成了护法就像是一开始有很多的这些罗刹妖魔他们向弥勒日巴做种种的进攻但是弥勒日巴对他们采取的态度是了知道他是如梦似幻以慈心悲心来观待他所以他们就成为了护法神究竟一中魔一空说为穷尽分别处就是在究竟来说所谓的鬼神也无真实性究竟一中既没有自己也没有他人自他是无二的这个就是穷尽分别处的意思这个没来的这东巴东巴特来的这东巴的马扎巴他给你们马扎巴是干净的马扎巴
智者弥勒日巴尊者提到了，如果你能够见到摩罗魔障它的本身的性空的话，则它是无计可施的，它什么样手段都没办法害你。这七八他说什么去，我们拉米语呢讲看的把大一点这些虽然这种我们说他说什么都他说把他送了给你啊，忙个炸弹扛炸弹的呢，啊，弄到那些的呢，多的，真前面的那么那的呢，炸弹把那么冲了，你用我炸弹的呢，你们让你把弹给我的，既然说不定十二年的呢都碰不着的，到那啷个生不上红着我的，变了，我不怕，本来把他们让打的，我不怕，或者阿妈，你一大夜的接着我们让你们把的，我不怕，对。좀예고무여기말할바기먹게예아마이전에짜보마그빼전롱다틀에짜보면은마송짜참치찹예전짜보면은다음내지들이또뭐원송짜보마아마거예제다가다다는처음요예너가말한테남남치들한테짜거든노요예다뒤에들리든들롱만거요예너는난롱터생딸이받아채우지그래서나는바람이받아섰대차려고요해서한번받아야되는사람계속공화성究竟金刚真言甚无上于且须布云诸界聚集于脉部显现外境诸魔相，我们的心乘着气在脉当中运作而遍及全身，会造成的显现种种相。当然我们要谈这个脉跟气还有 心之间的关系会讲得很广，主要要讲的就是在脉当中所运行的气跟心是结合的，它在不同地方乱窜会导致外境显现种种相。比方说我们的神识随着气在脉当中运行的时候，如果这个是运行在烦恼脉的时候，它就会创造出烦恼的梦，同样的也会创造出结合烦恼的日间的种种的相。就像是过去冈波巴大师有一次他梦到了自己的母亲在恶鬼道当中受苦，他非常的难过就哭，跑去跟弥勒日巴尊者报告这件事情，就弥勒日巴尊者跟他笑一笑的说，这个实际上代表这个脉代表的是这个母亲代表的是你的脉，你说母亲转身在恶鬼当中实际上指的是你没有控制住你的脉当中气息的流动，所以他展现出这个烦恼的显现象，所以现在这个梦代表的是你应该去修浊火。总而言之，这段的意思是说，当脉在体内窜的时候，窜到不同位置，它会产生出不同的外在形象。这就是所谓的聚于脉故，显现外境诸魔相，包括这些烦恼的种种景象，也是由心乘着气，气运行在不同的脉的位置当中的展现。地上上的种子马戏神地上上的吃的梦马上接梦为什么我和马吃的唱的时候皮肉的啥的地把是种那就吃的东西的种子大金你要东方你把哈巴过来然后大木波的种子银波的大木波的银好不容易大金你的地里的地里的这他妈啥的，这当地真种不着的，这空气空，这家里吃上，平常给他的点把种子，他吃得到的，吃得成的是大他妈的。若不了之，彼为患，全由自身之所显，执以为食，甚于吃。重点是这个执以为食。我习未曾入道时，无明障我即迷惑，误以天魔之增损，执为实有障解脱。重点就是把它执着，这一切的困扰都是来自于执着为真实。怎么样执着为真实呢？因为不了解究竟相当中自他是无二的，不能够通达这一点，然后不晓得我在那边执着事物为真实，这一点也是虚幻不实的，所以认为有所谓的鬼神，所以认为鬼神在伤害自己，最终导致自己的疲累。那这个东西干净一点，可得了，可得干的没法搞，经常参加直播间。哦，咱马巴罗到了今年，他们
咋把他东北用在这个咱们的现在这场的东方人的我是怎么知道要买那些场的三家居民房里全是三家居民房里装着我的全是装着全是装着认识你妈到了认识你的你妈就到不上要买了成就上师开导故通达轮涅毕竟空所显皆是大手印由于上师玛巴大医师的引导所以我了解了原来一切万象在法界当中都是明空中运的自信于空中是没有任何的迷惘的没有任何的混乱的一切都是一切所显皆为大手印也就是如同虚空一般显现了当下解脱再显现当下又解脱这个就叫做一切所显皆是大手印的意思这把一面都多把的这个一看里然后大都拿我什么的连妈妈的事那我们把你妈妈营养的妈妈的那你妈你已经动作了你已经动作了长点红红的你是怎么细胞当中不是怎么打好了你是怎么细胞的当点长红的呢我这个搞这么一个真用不着的吃饭一些没办法吃饭一些你一定用不着的你这多把它就吃饱汤就行了差不多如果吃饱如果吃到用把汤牛马当，这不知道的那个，把生，他说人们珍惜这把的，牛马进去吃到马道红菜里去，他在当中去，牛马上去当中去。无名，无名无根亦无实，自名水月即澄清。这边的无名是指迷乱的意思，本文也是迷乱的意思。什么是迷乱呢？也就是执着为实有的困惑如果你了解到自我的实有性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那相对于自我的他者的实有性也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自身本身无实所以对相对于自身的他者也是无实的这就是了知无二性这个就是下面所说的自明水月即澄清的那个澄清就是心回到本来的清明那这个就是佛果在这个澄清的无二性当中先前的迷乱相它完全就熄灭了也就是当你心住于正知正念当中的时候就好像本来混摇波动的那个水面它完全恢复清澈跟平静用这个方法来譬喻所谓的没有谬误没有迷乱的状态我上几年嘛电脑啥第五十万是当时的压力签了大的干事哦那不这种有没有上去七八十万跌了五十万跌了五十万你肯定要超过我的天哪七八十万跌了十万跌了几年我说你妈正常啥的他就这么可能这把没从马里妈妈他那上去马里把这个签那路马到我跌马里把的马里就可以你有的나지이는데인디인데말할까래아직끝나도뭐뭐하나하장싸워왜주지양도양도로나인디차가공부쪽아래말고마타니서뭐뭐뭐허리안에타서다뭐가매서다뭐거서이렇게겸해나지이미나쌈로또없니엄마공부쇠열이없나라뭐뭐뭐허리안에타再来是光耀四日离云翳无名岸边得苏醒解脱于痴诸诱惑光耀四日离云翳的意思就是好像是云朵总算离开了这太阳完全朗照出来一样当心完全清净了它能够清除了别的那个明性就能够展开那在这个展开当中他能够清楚看见轮回的本性跟涅槃的本性就像是日轮就像太阳一样没有任何的云朵遮蔽用这个方法来譬喻在这个情况之下没有任何的无明的岸边得苏醒的意思是完全无明完全清净的完全没有无明的无明有两种一个是执着自我的无明就是我执一个是执着自他的无明就是二元对立的就是二执
认为自己哎，二执应该是能取尽跟索取新的执着，这二元对立的执着是另外一种无明。这两个无明在《普贤王如来祈愿文》里面讲得很清楚，请大家反复的阅读。因老就是男女差异的，哎呦，生抓到哪个到西部西巴沙沃这个，他可能都到哈工去西巴的当中去，因老就男女差异，西巴沙沃的感觉能懂去，我真没被西巴的。真如于内得开显，就是了达的心的本性是如此明空双运的话，那就没有任何的迷惑，这个就是真正的真如开显的状态。让这人就到八人波的一见面就上在往这切，这那的下路的这个我东北的哈佛的一见面就上在背下不弄去，但这个在下来也不弄去。执魔为实，乃妄念痴。由此妄念真稀奇，这个甚稀奇，就是说，不管鬼神的这些相如何现起，你都能够直视他的本来的自信是空的。这样子的话，出现多少的鬼神都可以，越多越好。大部分我多年前了，大就我觉得没事，大娃子像多半老爸到了下头，大好像看样不着。在接下来看到雪山的深深了义歌，当下一念，显空性，少物为尘不可得，意思是说在念头的本性当中没有一法可见。打不着的，打不着的，打平衡啊！你啊，看看不懂，看不懂。打不着，打不着呢，他是。顿超能观与所观，在这样子的究竟境界当中，能观者的我跟所观者的对境完全不存在的，我也没有，对境也没有。打不着，所以让你爽起来，打也不好如此。我得如量之见地，反正白话就是好好的了解见地。我把这去用，我就成长，容就没。我要是缺少我的，就天没法得到。哦，得了，看好了的，成长把容就容我们东西，我啥就天没法得。光照光地到你台去哦，光亏了光照你们都是，样啊，我们心里上也中，这看的时候，我们心里就阿说到光地，这个上不恰松是。光明相续如流水，修观无见亦无得。就是这所谓的禅修，是不断的安住在明空双运的自性当中，这个就是禅修。它不需要有所谓的坐上跟坐下的分别，应当是如同流水一般，无见的。下面所说所观修观无见，再来呢是能修所修一时消，我得坚毅之修观，我以坚毅的态度。了知到这一点，并且安住在观修当中。在观修当中呢，实际上能观者的我跟所观者的事，都是无有自性，都是空的，都不可得。如果少子我上岸，那不是东方他就被接着就立到那他就不在这儿让你爽。如果少子我上岸，什么时候我进来呢？那个人啊，也是叫我开的钱呀。这特别中国年轻人他结果拿完之后你马上在这边检查究竟看看了看看了没有定睛的药这不是东方他的定睛的药的人哦他能经常多了经历他是能拿把他从中国药的这马上在这边中国人的他特别的几个药嘛这不是东方这不是定睛的完全不好这马上你那六六分在中国的，第一阵这种嘛，把它去了又往买去，
要不要多买一次。再来是所作能作所作皆光明，缘起皆空，绝无碍，能行所行无挂碍，我或最甚之行持。当我安住在了知心的本体为明空双运的自信时，则身口意三门的一切造作，无非都仅仅只是显现在世俗缘起上的一种显现而已，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由于妄念的缘故，所以在世俗缘起上有种种的显现的分别。在实际上而言，它本性就是空的。缘起的自性为空，空的自性为空以缘起而展现。实际上，它无非都是缘起性空而已。就像是龙树菩萨所说的，非缘起性空法，毕竟无有的道理。我们稍微等一下。你等等。나지금나오면받을라나오면받을때는인종으로했어왜그러지야저여지는포르니저포르도야라야라오다지금이이차지어렸어뭐그래지로그로지금차지금차지금차지금직접이랬어나지는지금인종으로했어나지또차지야또차라했어또많이했어爱我执跟自他的分别都是来自于我执的，因为你执着着自我，所以创造了有别于自我的其他人。就像你今天左右手各抓了一把水，你把它分开来看，然后你认为说，哎，这边有两团，有两把的水，你手一放开，这两把水变成同一回事，本来就是还是同一回事，只是你以分别画出了人我之间的界限。嗯，天啊，天边东巴的，这天是少下过了。大地面啊，没影啊，肉影的，肉影呢，那有生的，就把这个嘛，生一就哪怕东巴的下过上去了，你等爬入肉的那当下过了嘞，到天边东巴的嘞是。到底我不能千万亿啊，那你刚听的，你领导差一个，你有多东巴的是，哪个东巴的是？所以当你破坏了我执的时候，我自他的对立也就同时破坏了。如果你晓得自他的分别是这样子创造出来的话，那直接去看自他的心的本性，会发现它两者都是空的。从空的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体的，所以你会晓得原来自他的心的本性都是明空双运，它只是单纯的显现而已，所以就从当中获得解脱。否则的话，你把它以有相的执着加以看待，认为真实有，就创造出了差别。真的，那个在信托的啥是吧？信托的啥是吧？那个啥是第八九的，这呀，啥就是信托的呀？那啥是多半也好，少拼那个嘛了。那个不就嘛在我这里，那啥真的啥就东西啥了。你问你上去我们啥就看啊，你这帮忙你要马上把吃什么那就马上了。比方说我现在吃这个东西，有个被吃的东西，还有个吃东西的我，有个吃者跟能吃者跟所吃的对象。但实际上如果你了悟的话，被我吃的东西也是如梦似幻的，它也是空的，我吃东西的我也是如梦似幻，也是空的，这两方面都没有真实性。我稍微分析。嗯，超级大把应水压了，我过去也来到，没收到数据，到底查，当初总是怎么查的？超级大把应水压的，哦，大几年，大几年，要么大几年没了，没了等于啊，那个，我过要么，我们这个要的，过这个要的，要么大几年没了，大几年有呗，哦，大几。也比人碰着高楼才看到的，那几里面他的这里，我过去接的，去接要买去，来到要买去，要当场买去。这里头这里送上送去，当地他的，他去送去的送去一样，买到买了这里，他去送去让你送上。方分妄念，发而消息，具贪嗔即尽即灭。
顿超戒律能所持我守最胜之持戒。这里方分是偏颇的意思，就是区别。如果没有了自他的区别的话，那就没有所谓的我所做什么，然后不能够让人知道，就没有什么隐晦不或者人前人后的差别，就不需要牵涉世间八法。当没有人我分别的时候，也没有期待，也没有恐惧，也就是希忧完全灭尽了。那么在这个当中，也就没有所谓的需要去守护的戒律，已经能够守护戒律的持戒者，这个就是最殊胜的持戒，所以叫做顿超戒律能所持我守最胜之持戒。哦，让生去过他究竟让你懂你这不是日咋日地懂你他只有这是咱们所有的让生去过他就他就你他们这里这种呢他们这里王大文文里王大文文或者一没有哈佛松死你连个这个叫中心也没有中心也没有这个这是咱们松死身体他们身体懂这是身体也没有人品上去了这也能够达到的意思。法身自心无少别，哦，应该说无少别，悟此二力自然成，能得所得皆超脱。这里的得是成就造就的意思，我获殊胜之成就。当了悟到在究竟界当中自心即是法身，能够完全抉择自心即是法身的话，那么于圣意当中就能够完全通达轮回跟涅槃的本性。在如此真实性当中，既没有能够作者，也没有所作者，既没有能够成就之众生力，也没有能够成就众生力者，不管是众生或者是佛啊，本体皆是空的。다들주례송는데하자가르쳐버린데같이가서만되잖아이리로만좀더사람을들어내다음에들고오겠네이제주례송는데나虽然表定的时间已经快要到了，可是因为有很多远道而来的师兄，所以后面还有很重要的道理，还是跟大家谈一谈。那中道人的求法人，他不然就打完了这人。中道人的求的，他那个先他求中，打他求中多，然后你就抓了把掐中。哎，这他不然就打完了，你那这龙人的地方是你的切的，我是把给打的，你起码是把拉手把，我拿着把电棒把，这他真的很多把都打过的，龙人的地方是你的切中。谬惑尽除于内实，是为离边之正见，契合圣教与理量，此乃圣妙大庄严。圣教与理量就是教量跟就是教正二量。如果能够抉择心的实相，抉择究竟见解，了知心本来无垢的话，这个就是拥有真正的见地。这样的见地不仅仅是我所抉择的，而且它以种种的量，包括中观的量、阴明的量去加以抉择的话，也是能够通达的。那到处个人把了让我们我们没在让子娘娘娘这话是一直接的，那我们先把它开解过来，谁不来了哈过来，谁不来了哈过来，那到有么把他们的身体呢先脱过来，先脱过来，我就那到处个人等着，处个人我真是吃不着的。因为那多他的用我就怎么样这娘娘的对吧，就运气没吧，那多其他汤气的就是娘子用的学过的学过的娘娘的对吧。说妄念消融法身时，是为自然之观修修观，觉受正念常相连，此乃圣妙大庄严。当你能够以不断的实修而通达内心实相的时候，一切的分别妄念将会泯灭于法身当中，这是透过正知跟正念恒常实修的结果。在你以这样子实修之下了达心性实性之后，一切的妄念分别将会演习。说这刚才打罢了说娘的就把那些人就说到这话就引起来了，这个老乡的修法在那里那么像错了的人呢，这错都拉上他挂的呢，你用着急了
有那错没那错，刚刚刚中的错的，你呢？对，那个有的是，你那的五年多啊，多少的，就出的没了，那边呢，好的，刚刚新买的吧，这差过来是，刚刚新买的吧，刚的的就把它交过来送。六句凡尔自心经，是为自性平等行，十界因缘常相应，此乃圣妙大庄严。这边讲到了平等性的观，当然它有很多的平等的观可谈，但是这边主要是讲，如果六句的任何显现，六句式的任何显现都能够当下清净的话，这个就是真正的观，一切的妄念能够对于一切境都能够不产生单着。就是真正的平等的禅修。稍微等一下。你都跟人弄起来了，你就给当官没得了，你就当官的他，第八次回去没中了的，中了的，找了个娘们的，也那的，这个的，台湾人，台湾人的，东北，东北人的，啥了啥了人的，这个八的，这个八的，变了，你是没危险的。大地你是没办法，地我们多么有意，这里地呢地，忘记上去了地，人的钱的，我们人民钱的，他都当不着，忘记，可能说了，贴了真的，地多能真的这里，到了我们人民的这里真的这里，他把这些钱不要来说。空乐觉受升起时，是为口传真口诀。这个口传真口诀是指耳传的窍诀的意思。与四观意四级观点的意常相合，此乃圣妙大庄严。此处所讲的所谓的耳传的窍诀，是指依着脉气的修法而产生乐受的脉气语气。那么它是有次第性的，首先升起乐，然后知道乐为空，空的自性为明，然后明中有觉，有这样子的次第性。所谓的明中有觉的那个觉，指的就是了悟自他无别、自他无二性的智。这个如果结合着四级灌顶来修脉气的修法的话，则更加殊胜。这个在这边我们稍微打住一下。多年的三浪水罢了，三浪的人慢慢在了，到沙滩上就差点浪啊，跌了十八层的，芒果送过来的，这个呢，不管你的光就这沉的人吧，人吧，就是沉的这里，三的不低的低的多的，这也是，你那些浪大的这话是硬的起的，多年从多大浪大开的，我大你弄没吧，你弄啊。牛毛把鸡毛剪完以后，牛毛把那个网等等呢，往大提来去，几大条过来去。空性所生大明用，是为道地道之次第。我们常常讲到五道十地等的地道分别，那个分类是很多的，可是无非讲的都是不断的禅修空性，使得自己的心越来越清明，越来越清净，使得自己心越来越能够深究究竟义，这个就是他真正的道次第的意思。而且呢，这个当在修道的过程当中，有所谓道阶之正验，就是所谓的道相。道相是什么呢？以禅修的道相来讲，有所谓的禅修的道相，即是无有烦恼，不受烦恼所宰制，不受烦恼的给支配，不随他而转，就是有做禅修的标志。这个就是道相，就是道阶之正念。然后这三十多了，在这个三界嘛，在哪各阶段的话就因着解的。哦，那光家不够了，光不够啊，这话不够啊，差也没有的。然后谁的呢？你怎么谁也没有？你这谁也没有？你这谁了？谁了？他上去了。他从广大的地方，你是怎么去把这山呢？你是没被一起哈火？我告诉你，这个阶段的话是阴的阶，个阶段上的。哦，我东把去个啥？你找我两个，出去过了才把这个来。我弟弟，我东把让你找我出去过了才把你来。
这嘎都这两个车我的车都得这么我一个的我各种的两个什么他们都得哈哄我也就各家他们的衣服的自心以至法性境地时是为即生成佛道契合四生之佛果